你还没啊？那你还要多久？要先唱首歌吗？老婚要唱歌吗？不要啊。好了 ，OK， 观众来点暴动声，好不好 ？OK， 八强第三场 ，DJ 霹雳唱 ，Come on！ Oh yeah， end of the world， yeah， woo， who wants to go？ 来，老魏跟莫卡猜拳，来，输的先出钱，然后只能逃。
好 ，OK， 我们看命运之神怎么决定啦。OK，Let's see the judge. Three, two, one.不行啊，老魏，你出单手跳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就想要做单脚。好，直接想一下。好，我们给老魏想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这边是傻鹿哥吗？哦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九零 B boy 的对决了。OK， 我们两边轻熟男，哈、哦，三十岁的轻熟男的对决，哈、哦，在我们这个性能力即将下降的同时呢，居然还要在这里 tie break。哦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堪、非常羞耻，但是又非常的壮烈的一件事情。OK，